早上好，新的一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，是阳光。起床。然而更恐怖的事情正在等着我。其实此时内心是崩溃的，但是众所周知，我是酷盖。我哭了，但没完全哭。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马上要回国啦！我的小行李箱啊，还有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我回国隔离的第一天，回到祖国妈妈的怀抱，感觉空气都是甜的。这是我的名字。然后看一下我的房间，兵马未到，粮草先行，吃的已经安排上。嗨，安全回国啦，亲爱的小伙伴们！虽然我们要隔离21天，但是这21天都不用训练呀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呢也已经回国，到北京开启了隔离生活。我现在正在隔离。给各位小伙伴看看啊，我今天晚上吃什么了？汤、水果、酸奶、米饭、肉、青菜。回国了，回国了，终于回国了！我们已经安全地抵达了祖国的怀抱。然后感谢这一段大家对我的关心，然后希望呢大家继续的支持我们中国的运动员，一起为他们加油。然后呢这一段，我一直在隔离，然后。我会争取和大家多点互动，也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啊。